下一棒，我来，又来又来，站满又来，在我们最后站这样。都是歪的 ，model， 我觉得爱要及时啦。我曾经因为就是没有开口，然后错过一段恋情。哇，那个时候让我想到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很青涩的恋爱。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补习班，然后考就是补习，为了要考大学的那个在那边上课。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念书不好好念书，一直在那边想要谈恋爱，你这样很不对，你不要这样好好念书，没有谈恋爱。那你念书时候没有谈过恋爱吗？那是后来学坏了。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旁边坐了一个女孩子，其实那个暧昧的情愫是慢慢培养出来，因为这个时间的过程真的很长。但是那个时候我实在是不晓得怎么去做开口这件事情，我唯一想到的就是可能是我们下课，然后我去便利商店问你要不要买个什么饮料或者什么什么的，我帮你买，就这样子而已。结果在考完试之后呢，就是我们偶然办了一个同学会，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呢，我就看到他旁边的那个男伴，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同学、哦、我们在一起上课的那个同学。当然那个时候也知道自己已经出局了嘛，所以没有就没有再去想这个事情。而经过若干年后，多好玩，我们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碰面了。结果他竟然跟我讲什么，那时候他已经是别人的太太了，可是不是当时那个同学。可是他那时候有跟我讲说，其实我那时候还蛮喜欢你，那个女生这样跟我讲。其实我那时候是虽然已经没有感觉，可是还是会觉得说自己怎么那么笨，错过一个这样的机会。对啊，就是错过，真的就是错过。那你错过就是没有，还好你错过，所以这个故事很美。是，那我今天可以说上帝的旨意，吵架然后拿起来。对，而且他另外一个论点就是说，因为那个当时那个同学他就比较主动的去献殷勤。是这样子，然后就他们两个就在一起。你这个其实是陈妍希跟柯震东演的那部电影剧情。我就是笨蛋，我就是笨蛋。剧本应该是写你吧？这样讲，妈妈偷听，这是最后留给老公打气。这根本就一模一样嘛！我觉得爱要及时，想到就要说出口。女生呢，如果太主动的话，会给男方压力。比方说，就是我一个姐妹啊，她那时候她就说她跟一个男生啊，就是同事，他们就是爱，就是认识一段时间，然后也觉得互相好像有好感，然后他就像你想的一样，他就说我应该要主动一点，因为我们彼此都已经就是觉得互相感觉啊，互相传简讯啊，然后也会约吃饭啊什么的，然后早上上班前问他说要不要帮你带杯咖啡啊，听起来好像就是有什么，然后他就想说那是要更进一步要告白，那是不是你就是我觉得他就觉得好像水到渠成，应该要自己讲也没关系吧。然后我们就下午茶的时候，我就一直跟他说不要，如果他对方也有这样感觉的话，就让他先讲。有什么你有要急在这一刻吗？他说其实没关系，现在女生都是新时代的女性，我们就先讲无所谓啊。然后他就后来呢，他就更积极的传简讯给那个男生啊，然后就是下班后都会问那个男生说要不要一起下班去吃饭啊什么的。结果那男生就渐渐的说他没有时间，他要加班什么的。然后他就有点沮丧，又回来我们智囊团这边问说，我奇怪，他之前就觉得好像还蛮好的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然后而且现在约就是周末去看电影，那个男生也不会出去了。他们之前明明就相处得很好啊什么的。然后我们就说你是不是会错意了？这样保持距离，对啊，就很奇怪。然后后来就是。但默默过了一两个月，那男生就是也没有比较理他。后来那个男生就跟他讲说，你这样子给我压力很大，因为你就是这么积极的话，我们是男生，因为男生我是觉得还是有那个狩猎性的。那如果你一直这样扑过去，他会觉得说哦，我压力很大，那你这样子主动追求我，那我如果答应跟你在一起，那我就好像就被你捕获。我们是男生，就是不想要被捕获那种感觉啊。因为他不懂一个道理，什么道理？适当的距离会增加美感。没错，漂亮，就是这嘛，对不对？他不懂这个道理，主动是有学问的。那个是你们两个都讨论说主动学问的讲的什么艺术？那个是一种逼迫。那把这个艺术可不可以表现一下？对，示范给我们看一下。没事，他们把那个主动表现成艺术，我们把被动表现成智慧。快，你觉得我们要不要试试看？哇，变态哦！也太直接了，艺术啊！你看看谁呀？你现在在请求还是在请求？你现在要代表我？哪里是帅起来呀？我告他，你考试考试区吗？你要放什么？到底什么事啊？我要告他！郭旭，你是想一次把对方 KO 是吗？我要告性骚扰！错误！你要试什么？他
剧情是有架构，说基础里面是有点暧昧。我们节目时间还是有长度限制。我们已经暧昧很久，暧昧很久，暧昧设定的，不是第一天碰面。你们已经暧昧很久了，好不好？一段时间了。我们相处的时间已经很长一阵子了。那你觉得我们要不要试试看？是什么啊？你最近工作怎么样？就很繁忙啊。很烦，很烦，那就不要做了啊，我来赚钱就好了。哦。你还赚不够一万的，讨厌的女生啊！好神奇的说法，我觉得我还是自己赚比较好。我现在是我可以自己养活我自己，而且我不想要给你那么大的压力啊！你还要照顾我全家，我爷爷婆婆奶奶一大堆，太辛苦了。这个还是比较好啊，这个换了。家累。可是遇到这种状况，真的就会去找别人呢。对啊，因为他一想尽办法要拒绝他，就不会再把时间放在你身上。你说他搞不清楚一个状况是什么？你的青春是有限的，你觉得你还有几年可以挑？回来，你怎么太认真？美人姐脸色变了，美人姐脸色变了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！你是不是有点生气？我说，变小灯熊是有点生气啊。情绪化，那个来，有点情绪化。高手来了，高手。英琦，什么事？其实我们这阵子大家也常出来吃饭啊，然后相处也蛮开心的啊。嗯，对，谢谢你的很多晚餐跟午餐。嗯，谢谢你吃很多，谢谢你的晚餐。你真的有吃很多，他真的有吃过，对不对？他有吃两个手机、帽子、裤子，还有手表。手机竟然有心被你好成这样，好开，不如就好好交往。你真的善人。我这么觉得，走吧。哎呀！好可爱，来，我们看一下主动派的。你会有什么方法来夺取对方的这个，让他们这个芳心有所动呢？是的，杨刚，我是就是每天会帮我的就是那个女朋友送早餐，那时候还没在一起的时候，然后每天上课就是在她上课的时候，她第一堂课8点多，就算我没有课，我也会主动去送早餐。然后后来我其实蛮紧张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比较内向，我不太敢。然后后来我就想说，那用最古老的方式，就用写信好了。就没想到这个信送过去了，他就是还微笑，就是说好，那就跟你在一起看看。所以我就觉得哇，原来主动是这么的开心。就算真的被打枪，那也是一个把握住那个机会，对。嗯，不错。我那时候是有喜欢一个学校篮球队的学长，然后但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交集，因为也不同班嘛，然后我也不是学校校队，然后也不认识他。然后那时候刚好学校要征收女篮，然后我就去报名了，因为想说这样子可能就可以有机会一起练球的时候遇见对方，让他对我有一点印象。然后我就加入篮球队，然后后来甚至还为了要去看他比赛就翘课。然后他最后就是慢慢知道我这个人，然后我就托他们班的同学拿信给他，然后之后他也有回我信，然后就是慢慢这样子书信来往，慢慢认识之后，最后是他开口跟我说要不要在一起的。而且 OK 一下，你起立一下，你这样子打女篮合理吗？哎，我大学还是系队。哦，这真的比较高啊，对啊。自己而且就是。最后虽然是他先开口，他开口说要在一起，然后虽然是我先算主动，但其实到最后是他爱我比较多，哎，所以我不觉得主动的人就一定会比较吃亏。嗯，那要么也是吗？我也是主动，因为像我的追求方式，我是会用那种投其所好的方式，因为我之前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个新来的女同事，我觉得她还蛮漂亮，我蛮喜欢的。然后因为她是我另外一个同事所引荐的，所以我就问我那个同事说她喜欢什么，然后我朋友就说，哦，你不要看她就是很文静的样子，其实她特别爱看鬼片。然后我就知道这件事情，然后就特别去研究鬼片。之后我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带他去看，大家喜欢去吃他喜欢的料理，然后带他去看喜欢的鬼片。然后到后面呢，就是因为他就问我同事，然后他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对他放了那么多心思，然后他才因为这样子，然后答应我的追求，跟我在一起。所以我觉得真的要主动，要看到什么就赶快去抓住，不然的话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漂亮，漂亮，抓住机会。来来来，被动派的来，我子祥，哎，对，
只要在一段恋情里面，你先提出要在一起的话，就注定那一秒之后，你就是老公奴、马子狗。讲话咬牙切齿，哎，被欺负的多惨！真的，因为女生会害羞，男生好像应该要主动，很合理。第一段恋情，我就想说，那我就要主动一点，喜欢的女生就要出马，跟她说我喜欢你，在一起之后，不管对或错，我跟你讲，任劳任怨那些都已经是基本款，不管对或错，都一定是我的错，我一定要先低头。有一次印象比较深刻的是，他要去外拍，有那个摄影师约他去外拍，然后我说那当然要陪他去啊，因为都是男的摄影师，女生这样子比较危险，要去保护。然后就到他们家楼下等他，然后结果哎，电话不接，家里电话也不接 ，App 也不回，我想要怎么搞的？快到两个小时，他终于回我电话，原来睡过头了，然后导致外拍也没去成，我也来不及回去上我的必修课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才得知那天有点名，然后我被当了，隔年我要重修，他一句对不起都没说，还叫我要打电话给那个摄影师说，你去跟他讲，说你不让我去，所以我今天才没到的，所有事都要那个先开口的人来承担。我觉得应该是 女方在他房间里面外拍，还是我们跟你对不起啊？你遇人不熟吧？对不起啦，你还是遇到公主病哦，对不起，太强势了，公主不主动。对不起，我因为我觉得要化主，以前我是主动的，然后后来我就化主动为被动，因为我觉得我的女生朋友只要主动都非常非常惨。她曾经就是有主动讲说要就是结婚，在一起五年还是六年了，然后结果她就是父母觉得说好要结婚了，然后她就那男生就说哦真的要结婚，然后对啊，如果不结婚我爸爸身体不好，然后就结婚了，然后也就是没有简单办十几桌而已。可是后来每一次只要为了柴米油盐吵架，她就说当初是你说要结婚的耶，我又没有说要结婚，你现在跟着我吃苦我能说什么？对啊，我又没有强迫你一定要嫁给我，然后所以我现在就是只要是遇到喜欢的男生，我都是就算有喜欢的感觉，我也会尽量化主动为被动，就是只是给他一个讯号，然后让他知道说哦，我是喜欢他这个类型的，我愿意跟他出来，然后我是可以给他机会的，然后让他主动来追我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样就很好啦。而且是什么讯号？我觉得是这样是比较好。讯号是就像你刚刚那个，我们还没录影之前，你主动要求跟我自拍，这就是讯号。这是个讯号，讯号，讯，你接受到了？你接受到了？这就是好主动啊！自拍，你不要自己解读成这个样子，好不好？是吗？想太多了哦。哎，那想刚刚讲，只想讲了道歉，好不好？认错的部分，到底要不要主动的？